对，廉颇在卡位置，现在有人数上的优势，盾山是没有办法对这个龙有任何的影响的。生命与信念都交托阁下。花满楼也不敢进场，这一个大龙残两，再来残两踩一脚，再来一个顶，顶死了一个，再来个一技能，双杀两人。但是我塔拔掉了，上路二塔也守住了。对，各位牛魔大招派起了一个。但是看一下封村的位置，输出环境不是很好，他已经给了个大招，但是并没有办法。到人群当中先炸一手，要接吗？都不太敢开。消耗装备太三个。世界那么大。我想来看看。进场一个，绑到了四，绑到四，绑到了钻进去，绑到了 C 位的孙尚香没有死，再来一拳，两个人全部打到墙上。孙尚香死了，有明道在身上，但是没有意义。剩一个李信，陆家手里是有大招的，不会让长安城将我遗忘。又是渡劫，关键是他是一个安心装备的人，有两个大坦克在正面啊，根本不管，直接一个一技能过去，现在要吃万法，渡劫四杀，我的天哪，三杀，一个人杀了四个人，四个复活站起来又守住了，所有人都站在了一起，被李信的技能全中。但也不是那么容易秒，太难打。但现在典韦的整体发育没什么问题。对，但二大不侠一直在照顾他，没少压。想欣赏妾身的舞姿吗？他现在是5300的经济。人十一级啊，这道禅经济是高。回拉，控一手，直接顶。现在防御塔的伤害量、仇恨值不在教禅的身上，所以教禅还可以继续修二技能，继续跟过去。控制不住了。五秒，再杀一个不知火舞，杨过野阵亡 ，double kill 双杀，跟过去再来，还差一下二十，再飘死，死了三个，三杀。